太没底了，所以今天他走台就是偷偷看了看。也许能在服装上想想可能加分的方法。因为我这次讲的话题讲的内容，我觉得能在服装上稍微做一些搭配吧。我其实也不知道我那方案能不能行，我们再商量商量。就是觉得很难打过王冕，但是只要我做得好，我是能打到90分的。庞博今年真的是惊艳到我了，感觉他好像今年他更有气场。两个大王在一组，哎，这也太卷了吧！谁才是真正的王中王，就看这一场了，真的。因为他们是两个大王，所以还是会有很大压力。就是海姐的话还会去游泳，我在水里的时候你不会听到别人对你的啊这个不好笑啊，你只会听到自己的呼吸声，那是非常美妙的一个世界。我的对手是两季大王，但是我也不一定会输。我是新面孔，大家会喜欢看到一些新面孔。我的状态好像恢复了，我开始好笑了。我们组虽然很强嘛，但是我肯定也不会轻易输的。对我们来讲，就是只要展示自己就很好了。晋级最大的可能还是庞博。我觉得王冕只要写出来就能赢。但张峻他在舞台上的那种松弛也还是很有竞争力的，我觉得。首先要上涨的就是这一组，其实长得都挺好看的啊。让我们有请。啊，面对两位大王举步维艰的张峻，哎，大家好，我是张峻。我们这一组的阵容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庞博、王冕、我，两个王，带个三。哎，那么三要出牌了哈。我们今天开始聊心理健康啊，我发现姑娘们的容貌焦虑我不太理解，就是没必要啊，因为你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让自己变好看了。有没有人觉得现在街上美女比帅哥要多得多？对吧？我听说女生你们会擦身体乳，就是为了防止胳膊肘这地方变干，还是有什么变化？你知道？我对我的胳膊肘 ，I have no respect for my 胳膊肘。我这辈子意识到我有胳膊肘啊，就是我撞到麻筋儿的时候，但那个时候我的胳膊肘已经没有意识了。我觉得它已经没有必要，你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去解决它了，就是护肤、化妆，还能做什么呢？直到那天我在地铁上看见一个女孩在我前面 P 图。从来没看过你们 P 图，只看过你们 P 好的图。很神奇，她很清楚自己还有哪里不好看，因为她知道要 P 哪，你知道吧？她甚至不用看，一边和闺蜜聊天，一边就 P 好。她那种啊，是吗？要不咱们就这么定了吧？很神奇，但男生不知道，她当时发了两个大同小异的版本，问自己男朋友哪一张好看。我隔着屏幕就感到对面很紧张，因为微信上面啊一直显示的输入中，但就是没有消息过来，知道？我觉得怪不了他，因为我们的男人对这个东西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吧？我甚至大家不要觉得我在吐槽这个事情，就是你要明白这个事情对直男的冲击力是很大的。就是我曾经在观摩过几个女孩发大合影的过程，他们先在群里面选了一张大家都愿意 P 的照片，然后开始 P 图接力。你知道，最后所有人确认 confirm 产品发布。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为自己的兄弟们 P 一张合影。我们发合照的标准非常低，就是人齐了就行。你经常可以看到那种七八个男生勾肩搭背打完球的时候，但总有一个人被抓拍到那种微笑却半闭着眼，你知道，真的。真的不是我们没有看见啊，只是我们不在乎，我们只在乎自己啊有没有踮脚，是这样。但女生其实会很敏感，我发现这事儿。之前我和一个女孩出去约会的时候，我跟她聊天，我就看着她，她就问我是因为我有颈纹吗，还是你一直在看她？我说第一，在你说这个之前，我不知道有这种皱纹。
就算你指给我看，你说你看你看这个地方是什么，我都会说这是脖子吧。你这么一问我也不太确定了，是吗？不会是别的什么东西吧。第二，我是那个时候才意识到，在这种男性凝视下边，女生的第一反应是自己不好看，但是没有女性凝视，不可能有女性凝视。我可以告诉大家，女性凝视会怎么样？你看一个男生时间久一点，我们只会觉得，哼，你喜欢我。真的，我们就是，你们甚至都不用凝视，你们就偷瞄，你知道吗？几个姐妹一起，我们对这个眼神特别敏感。你们几个姐妹一起，哎，那边有个帅哥，一个一个看，我先来。那边那个帅哥周围的一圈男生都捕捉到这个眼神了，你知道吗？他们在那边表面上，但心里边。我确实是帅，但我不讲这么调侃的男生很多事情，然后不希望大家觉得哦，男人好像没有容貌焦虑，焦虑所有人都有，焦虑是比较出来的。我看见庞博，他很幽默，他很帅，我很焦虑。我看见李诞，他很幽默，我的焦虑就缓解了。这个焦虑是比较出来的，你知道吗？但我其实觉得我们男人的容貌焦虑不多，完全比不上我们的男子气概焦虑。完全比不上，就是我们的男子气概完全建立在那种虚无缥缈的标准上面了。就有人说男人在太阳下面打伞就没有阳刚之气，然后我就不打了，对吧？底层逻辑就是啊，就是即使我得了皮肤癌弥留之际，我都会庆幸啊，还好我是个男子汉。A freaking die a real man。他的底太好了。再举个例子。给大家，我其实是个直男，但我特别喜欢敷面膜，特别喜欢。第一次其实是我前女友让我试一下，我不乐意，我心想我一个大老爷们为什么要试这个东西？但是当我试了以后，也太爽了吧，就是。但我当时不能表现出来，我就还行。他说你不喜欢就给我，我说那不就浪费了吗？这最后敷太久啊，面膜都硬了，还有我脸的形状了。大家有没有看过《三星堆面具》？就挺像的，真的。后来我们分手了，你知道，我要自己去买面膜了，很羞耻，因为我要把它假装成一个没有计划的冲动消费才行，然后我就过去以后买到只差100几十块钱就可以打折了，然后我就要极不情愿的拿起面膜说，哎呀，怎么只剩下这个了呢？导购在旁边说，先生，我们还有沐浴露，我不洗澡。当时我明白两个道理，第一，你可以网购，第二，不要活在社会对男性的刻板印象里面，就是不要管那些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人，这会让你心里不健康，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看见一个女孩发了一张 P 过的照片，我给她点了一个赞，然后给她发消息，我说其实我觉得你不 P 图也很好看，自信一点，不要活在别人对你的期待里。我感觉话明显触动到了她，因为微信上面啊一直显示着输入中，然后她回我，管好你自己。谢谢大家，我是张俊。哇，那两个压力大了。最后边他就这样，那后面那两个呢？三秒倒计时，三、二、一，请锁票。谢谢大家，谢谢。你先回答一下吧，为什么要选这一组？最直白的原因是当时另一组有袅袅，然后袅袅是我在训练营的朋友，我不想和他争这个位子，所以我就选到了，就跟这两个不是朋友的人在一起了。和两位老师一起。对，显得就是阳刚嘛，连伞都不打，就这样是最强的。就是这意思。他好像那个第一轮的时候也挑了一个强的，对不对？对，步惊云他是也给送走了啊。送走了，对。哎，刚刚这个人很吉祥哦，跟你们还不知道，他是一个，也是一博士，真的呀？对，我在读博士，博士生还没拿到学位呢。哇，好厉害！学计算机，对。哇，这是假发。但我觉得今天有一点特别人间真实，就是其实
他说他发现了，他是我头一个听见的，有一个男生说他发现了其实女生比男生漂亮这个事实。嗯，就你刚说的真的非常的准确，是因为女生全都是可以化妆啊、收拾啊、打扮让自己更漂亮，你知道的，是因为男生真的就会被那种所谓的压力所压迫，比如说不能搞面膜，觉得太好笑了。我支持所有的男生化妆，因为你们真的没有优势。其实男生是一定要化妆的，因为你们的脸色可能比我们的更不好，就是姐咱不要聊这些虚头巴脑，你就说我这还有救没有救吧。你是我喜欢的男生款呀。那你看何广智这种还有救没有救呢？啊，就在这儿啊，那个谁吧，这位更猛的这个智胜。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我支持你，我支持所有的男生化妆，真的多一点就是照顾自己的样子。对，学东能理解他说的这种所谓什么这男子气概的压力是吧？我是能理解的，就是静姐刚才其实也说了，就是比如说敷面膜啊，这种行为都不代表你的男子气概。你真正的男子气概是对你的女人好，对家庭照顾，然后对社会有贡献，对自己的责任感。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应该有的气概。对，刘凯，那我们恭喜张俊获得了4个领校园的拍灯，请进入等待区恭喜。哎呦，真没想到张俊二奖太厉害了，他一直都没掉，就是一直都在那个地方。基本的观感就是张俊非常厉害，就是给了他俩非常大的压力，人家拿出最好的这个水平状态跟成绩，就逼得你就是只有后面是零失误，其实就是这样。下一位要上场的演员，他呢上一场比赛因为他有一些小小的特权他没有参赛，他全程坐在那里看别人比，看别人比完以后他想退赛啊，但是被我拒绝了。让我们欢迎我的弟弟王冕。嗨，大家好，我是王冕。又回来比赛了哈。确实哈，去年夺冠之后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也不太大。这一年呢，我就是偶尔有活就接活，然后绝大部分时间呢主要还是躺在家看一看李雪琴的综艺还有杨丽的热搜。当然还是有些节目找我啊，然后能看出来我就在上面就是非常努力的展示着自己的平平无奇啊，所以想还是回比赛吧。啊，正式开始比赛啊。我们今天呢聊的主题是心理健康。我就发现好像很多人都有一个共通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痛苦的情绪都是来源于别人。好，这首歌送给大家。这条怎么样？噔噔滴噔哒噔梆啪，你不要打断我节奏。人刚进入情绪啊，再来一遍。OK， 我这个点儿搞音乐的啊，真的是。你看，是不是？懂说唱，懂节奏，懂 flow。五天过去了啊，你俩要拍的话赶紧先拍完好不好？你得让我们找这个点儿啊。我们不懂跟不上。知道吧？
早知道我当初就该拉住你，告诉你不要为了工作如此拼命，早知道就劝你多休息多注意身体，现在就不会隔着玻璃看着你，怎么你就突然变成了我的总经理，我们一起进的公司，你还是小老弟，我也不是跟你比，但你好大的茶几，我却只有为你卖命的好身体。人总是产生很多情绪，因为你忍不住会和别人做对比，早知道我就不该天天待在家里，为了陪孩子放弃事业上升期，还每天对着孩子教他说英语，呆滴呆滴换尿布了呆滴，果然孩子开口第一句叫的还是他妈咪，我天天叫你呆滴可不是尊重你，我也不是跟你比，但他明显更爱你，我明天自己一个人去迪士尼。无论生活中什么事情，你总是克制不住自己去和别人比，终于今天你放过了自己，因为你和他一样也当上了经理，我不用再去对比，因为我和他是平级，我当上了经理，在我最好的年纪，今年我38，但他好像27，怎么比我年轻的时候有出息，因为他没有错过他的上升期。人总是不停为难自己，陷入反复和别人去比较的情绪，甚至还不止去和别人比，还和过去的自己比，明明这个高音我去年能唱上去。我怎么比不过去年那个优秀的自己，我今年还来参赛，到底是缺哪根筋，肯定比不过去年的自己。我发现我们真的好像什么都要与其他人进行对比，成绩体重身高工作房子大小，什么都要比较，就算你得了病还要让观众投票，哎，这个更好笑，真的没必要与他人做比较，只会没完没了徒增自己的烦恼，我现在就要放弃和别人做比较，留下你们为了比较而烦恼，这样我的心态就比你们好。这个风特别好，庞博压力好大。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生活的小诀窍，如果你比不过别人的时候，就说你本来也不想要。好，谢谢。3、2、1，请走票。啊，谢谢，特别棒，冠军在我心目中就是冠军。
我刚才在这坐着呢，大老师，全听见了。啊、哦，能看出来压力很大是吧？对，写到今天早上7点。啊、哦，对。哦，赶紧睡觉啊、哦。因为我写这个主题呢，也是因为就比较很痛苦嘛。就其实我是总是在跟自己去年的那些东西做比较，然后就是很讨厌这种情绪，但你又回避不掉这种情绪，所以就是写的就总会局限自己，就这个又想聊，又感觉好像又没有意义，然后纯好笑就一直在限制自己，就推翻了可能10几个方向，然后最后就很痛苦的写了这么一个主题，就是希望通过自己消解大家的情绪，就是不要跟别人比，没什么意义。真的是，不必四处看，你就是答案，好不好啊？加油加油加油！这一季有啥目标吗？不要有目标，不要有预期。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我本来就很讨厌比赛这个事情，就跟别人比较就很没劲。然后我就觉得，如果今年就是我要想玩的话，就玩起来，就是讲没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如果想说话的话，就像今天说一些自己痛苦的情绪，然后能走到哪儿算哪儿。就因为我已经收获太多了，朋友们，就是应该让其他人一起收获一些东西。喂，什么意思？我已经很感谢，就是这一年收获的东西了。对，但你去年来过了是吗？他是冠军。这位女皇，她是上一届的大王。是的，她是上一届的大王。姐不是冲你，姐是在座的各位都是那啥，对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差点没有拍呢。哎呦，哦、要不拍，那这不是是不是就犯了很大的错？没有没有没有啊！其实你第一句我就想拍你的，有一句特好笑。他说他在各种节目里面看见平平无奇的自己，他每天都在搜那个李雪琴和谁谁谁。杨丽也没有搜了段子，你别讲聊得太真了。人静姐都往心里去，人都觉得是真的。当时我觉得就是平平无奇的、啊、就一刚开始的时候。秦东哥，咱俩好久没见了是吧？前两天在别的节目刚见完好像。而且静姐的意思就是说，那一段是你不弹琴时候说的，对不对？啊，对，不弹琴时候好笑的很多应该是。对，唱歌之后就没听进去。薛东啊，分析一下王冕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其实真的，我们在录生活类的节目的时候，我觉得他并没有那么好笑，也没有那么真。王冕回家了，改行，趁早改行，放弃梦想。王冕，赶紧走，砸钱啊，砸钱啊，快朋克起来了，砸钱。是上那坐着吗？你们先聊。我今天确实我是第一次在现场看王冕的这个表演，他整段的这个表演里面，我就看到他是有一个。除了好笑之外，还有一个真挚的东西，就是大家的有后劲儿，是不是啊？对，有后劲儿。这也是王冕一直以来，虽然没静姐没看过啊，但也是一直以来深受大家喜欢的原因。我跟王冕还演过呢，我们真的吗？对，我们得过，我还得过那个。静姐，你问他，你还会弹吉他呢？吐槽大会的第一名。哦、oh. ，我。Here, right here, this person, yeah， 啊、oh. ，对。我以前是飞儿乐队的。这我知道，什么花儿？我说刚才说我是飞儿，你说你是？爱的光景。我说我飞儿。那洗刷刷是不是你唱的先？洗刷刷。是我。是的吧？是围城啊，是围城。那对了，那就对了，洗刷刷是对的。对的呀，我现在心里特平衡。成哥，不知道你离婚一点都不奇怪，好吧？太不奇怪了。好，让我们恭喜王冕获得了4个领笑员的排单，进入等待区。谢谢。今天很棒哎，对对对，真的。真的，我冕哥真的是，就是他，当他拿出来那套东西的时候，征服了，征服了。
怕静姐不知道，我们这小活动啊，今年是第四年。今年第四年，他呢是去年的冠军。冠军啊，接下来呢，第一年的冠军马上就要上场了。我觉得庞博就是肉眼可见的紧张，搞得我都特别紧张，就替他紧张，非常替庞博紧张。张俊上场就四灯，王冕也四灯，啊，所以他接在后面，但凡不是四灯就很不好看。啊，让我们有请庞博。哎，加油！庞博压力好大，真大。大家好，我是庞博。在后边听得我非常着急。王冕，第二年就不想比了。我都第四年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还有好多故事没有讲给你们听呢。今天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从来没有在镜头前面说过的秘密，好吧？我是色弱。啊，然后我跟很多朋友讲的时候，他们也会用你们这种根本不知道怎么安慰我的眼神看着我，是吧？不用，好不好？没关系，不是你们的责任，好不好？然后有人看到我反应很奇怪，说你是色弱，那你现在看得见我吗？你又不是变色龙，不用这么玩了，好不好？我觉得大家都很了解色弱、色盲什么的，其实色弱跟色盲都统称为色觉障碍。我是程度比较轻的，我就是有一些黄色跟绿色分不太清楚。然后再严重一点，就是大家在书上学过的那个红绿色盲，它就是红色跟绿色分不清楚。然后再严重一点，就是全色盲，就是看所有东西都是黑白灰的。然后如果再严重一点，就是黑白都不分的，它就是一部分的微博网友。其实我觉得我们色弱色盲还挺可爱的，你知道吗？我们连电影里的坏人都做不了，你们能想象灭霸是色弱吗？就永远分不清那些宝石，你知道？就复联都不用战斗，就在那儿等灭霸崩溃就可以了，是吧？就灭霸在那儿，哎，毁灭呀，哎，毁灭呀，是吧？钢铁侠在边上抽着烟，怎么了？唱歌进不去伴奏啊？要不咱们简单点，咱们也别打了，好不好？你就从我们这群人里挑出来谁是绿巨人，就算你赢，好不好？我是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是吧？当时我跟我爸在下象棋，然后局势非常焦灼，但是我那天走出了出奇制胜的一招，当然在我爸看来呢，就是我用他的马把他给僵死了。我爸当时都懵了，说不是有三匹马的对手好难战胜啊。而且我当时表现得非常嚣张，你知道吗？我说来啊，我愚蠢的父亲，是吧？我爸说孩子完了，对吧？你想这孩子心理这么健康，生理肯定是要出问题的。然后他就带我去体检嘛，你们体检的时候也看过那个色卡，对不对？我觉得那个环节非常的荒谬，因为你们看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们不知道其中有一页我看起来是一头鹿，你们大部分正常的人看起来是一匹马，所以就显得不仅我不认识颜色，我还不认识马。那我觉得还不如干脆一点，就正常人看到两个字正常，是吧？我看到一句话，哈哈哈哈，又逮住一个色盲。哇，行。而且色弱对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你比如说我下各种棋的水平就参差不齐，是吧？我最厉害的是五子棋，你们大概也能想象为什么，是吧？我象棋就主要看阶段，是越到残局我越厉害，是。跳棋就主要看人数，你知道吧？六个人下的跳棋啊，在我看来跟体检没什么区别。下着下着我就会，大家先不要动啊，我好像今天看见马了。这个应该没问题，给他看看。我其实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是色弱，我现在已经32岁了，我已经是个老色弱了。但是我小的时候很害怕别人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害怕别人知道之后大家会觉得我跟大家不一样。而且你们知道，小朋友在最不懂事的时候才伤害别人是最直接最残忍的，是吧？小学的时候我体检查出来是色弱，我还没走回班里，
班里已经在传我是色盲了。我还在解释，我说色弱色盲不一样是吧？隔壁班小朋友趴着窗户啊，你们班有色狼吗？而且小朋友连安慰人都很伤人是吧？还有人跟我说，哎呀，没事儿没事儿，你不要难过，我读过十万个为什么，狗都是红绿色盲。但是你知道那些狗每天过得多快乐吗？我说谢谢你啊，很少有你这么通人性的朋友了。伤健危险，真判断不了了。所以每次学校体检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的紧张，我就生怕周围人发现我这个小的问题，生怕周围人看出来。我甚至一度把啥色盲的那个本子整个背了下来。这个方法呢，我是在百度色弱吧里找到的。我相信你们也没有去过我们贴吧，所以我在这里声明一下，我们色弱吧跟戒色吧是两个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组织。所以那次去体检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很紧张，因为我虽然背下来了，但我怕我背的不对，你知道吗？我怕我背错了，我非常担心。我走过去，我非常自信的说：“我说大夫马。”大夫说：“这一页是数字啊。”我说：“大夫，马上我就能看出来，你不要催，是吧？”所以非常的紧张。但是那天排队排着排着队，我就不紧张了，因为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大家都一样。因为那天我看见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大哥在背视力表。最开始我还没发现，我以为只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是吧？后来发现大哥根本不是在祈祷，是吧？非常感谢他。也是从那天开始，我虽然还是看不清颜色，但我觉得自己更能看清自己了。谢谢大家，我是庞博。二一，请锁票。那我们现在这个现场这些颜色在你眼里是什么样的？就是跟你们一样五彩斑斓，非常漂亮，但是我猜是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也不知道你们看到的是什么样。哎，你穿着黑白衣服今天挺好看的。对，这我特意挑选了一件纯黑色的衣服今天搭配我纯白色的鞋。是是是，这个服装其实是我自己挑的，我就本来想穿一件特别花哨色彩斑斓的衣服，但是我发现我的段子好像没有那么精彩，所以还是不要穿得太花哨。精彩精彩啊！是这样的，我那个造型师啊就在那边啊，他也是色弱，色弱。他给我化了好多年的那个妆，我都不知道。化妆师啊，化妆师，我就还能从事这个职业。后来我就问他，隐藏的那么深是怎么整出来的？就是为什么蓝绿色它不分蓝绿？蓝绿色是因为看黄色是一种细胞跟一个基因，它其实就是看不清绿里边的那个黄。是吧？这种小知识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但是后来因为他做头发做的比他的化妆要好，所以呢他就没有暴露。可是有一天他突然暴露，我说怪不得你从来不给任何人化彩妆，是因为你分不出蓝色和绿色吗？哦，所以静姐以前老涂那个紫嘴唇，她以为是红的，对不对？这是我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找一个老婆。啊，静姐果然啥也不知道，我结婚了。到底如果你看到涂那种特别就卖不出去那种很让人很焦虑的口红的颜色的女生的话，你会看出来？不是，这不是我的问题，你就问男孩，但大家都分不清那些红色。不是，他是紫的，大紫，纯紫。那你看女生的皮肤会很白吗？不会非常白啊。会看得更黑吗？比如像我这样的。不会，也不会更黑，其实是正常，就是正常。你想问什么你就问。不是，我就是好奇，如果守着这么一个人。他刚刚那么长的一段都解释得挺清楚的，其实。哦，那就是我对你人有感兴趣。谢，脱口秀演员嘛，就是做自己。哇，我圆得太漂亮了。我就觉得因为没有这种款式的脱口秀演员。款式。对。那我不得不说了，像彭博这种款式在我们脱口秀演员里叫少数派。就像我们的经典有机 A2 纯牛奶。
是的，比珍贵还珍贵。没想到吧？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好，庞博呢获得了领笑员的全部，拍灯。这一轮三位都已经出场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观战间的那些朋友们。哎呦，有粉丝。哎，这两个怎么长得一样的？没想到吧？这个问题终于还是问出来了。他们俩怎么长得一模一样，衣服也一样？因为是双胞胎啊。双胞胎，是双胞胎。严姨，你预测一下吧，觉得这三个人谁第一？你们直接说谁最弱。张俊。喜剧演员现在越来越直接。他们都疯了吗？啊，来话筒给妹妹。因为我也觉得张俊最弱。我去！哇！要你这么大声！对不起，对不起。是人吧？行，咱们把话筒给齐墨。我觉得他们仨都挺弱的，就没有。都挺好的，开玩笑，刚才都挺好的。那你觉得谁会？但是我为张俊加油，因为他真的很有勇气，很不容易，面对两个大王。让我们有请两位回到舞台中央。我觉得应该挺接近，不会差很远。张俊今天表现得很不错了。啊！我们看一下最终的得票结果。我一上去的时候获得了四灯，我觉得是有一些希望的，观众给我的反应也很好。我真的就是今天即便被淘汰了我也完全释然，就是哦回家玩去喽这种。我讲完我感觉我应该赢了，因为我觉得观众是能带入我的情绪，然后就觉得应该还是比较有希望。张俊应该能拿到180，但他俩的会更高。哎，这组真说不准，说不定张俊真的能出来。王冕和庞博至少是170吧？庞博不会赢了王冕吧？190。恭喜恭喜，庞博190票。庞博今年真的是完成了超进化，他自从说完了要陪脱口秀大会走过四季以后就变得更厉害了。那么我们也把话筒交给特别有勇气的张俊。165票很高，165票在刚刚那一组是可以排到第二名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选择了他们，你正好可以给我们讲讲。确实他们讲的确实很好，我在后面又高兴又难过的那种心情，但是其实我已经很开心可以跟大家比赛了，所以没什么遗憾的地方，因为今年是我第一次上来这个地方，然后胆子也有点肥，所以整个但我觉得我表现还可以是吧？可以。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太多遗憾的地方，就是挺好的说实话。对，我觉得很遗憾，下次不要这么虎好不好？没关系。行，感谢张俊，明年再见。
哎呦我去，挺好的，四灯呢，嗯，好羡慕呀。什么心情？遗憾，那票还挺高的。对对对，挺高的，比我高多了。要是在你们那一组，我就可以把长哥看一下，是吧？哎，没事。恭喜王冕180票进入晋级区上位区，庞博进入上位区，恭喜！庞博给我一种好像经历了前三季的洗礼，第四季重新做人了那种感觉，重新做人了那种感觉。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在老选手身上很难能够感受到，但是他就是有一种要再重新告诉大家我依然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人的那种感觉，很燃。我就是觉得庞博赢得挺痛快的，因为他今年能够赢去年的大王。王冕的表演还是有很高的水准，只不过是很难像去年一样带给大家惊喜感。王冕就真的很可怕，就比着比着养成系对手，比着比着突然就出来了，所以希望他找到状态，又不希望他太快的找到状态，作为一个对手来说。